激励比喻勇机。风尘味十足的他演妓女演了8年，如今终于上位演疯癫富二代。网友：原来他演过这么多部戏。香港艺人尹诗佩 Nicole 笑颜入行至今8年，大多数都是饰演妓女角色，但她都不介意，一直努力打拼到现在。 Nicole， 我给人感觉风尘味重，做过不同年代的妓女，还试过一日走3个场都戏做妓女。他开心透露5月份出街的剧集再创世纪，角色将会与以往不同，饰演一个疯癫富二代，希望带给观众新鲜感。Nicole 预告在接下来的2套剧都是饰演年轻妈妈，都有安慰自己一家妈妈年轻化，但在之后应该又会做回妓女同情妇角色，哈哈。在刚出道时经常饰演妓女类角色，比如《读心神探》《拳王》饰演陪酒妹，《天梯》纯属意外妓女，《女警爱作战》饰演 A B 女优，《幕后玩家》名媛，《与蝶同谋》艳女，《好心作怪》高级私人会所女公关等等。被问会不会怕被人标签专做这种角色，他回答：都不怕，起码我自己平时出来 present 介绍自己不会给人这个感觉，都会被人赞做得极好，当戏不同层次的赞美，同埋做演员都戏被动，自己都不会去捡剧本，会抓紧每个角色做得好，都会 keep 住问。1990年出生的尹诗佩曾就读美国国际学校，2010年毕业于第24期无线电视艺人训练班。去年热播的剧集《不懂撒娇的女人》中，饰演商场租务及推广部助理经理 Elaine 一角，因丰满身材而又备受注目。当中饰演 Molly 姐跟班的尹诗佩，穿着白 T 鸡突陪跑一幕，一众网民看得流口水，还留言说很想疯狂和他一起跑步。还有平安谷之鬼谷传说饰演春桃，彩果姐饰演谭永秀，枭雄扮演何淑英。此外他的唱功了得，经常在今晚地里一展歌喉。尹诗佩认为即使只戏一个闲角都会比心机做，因为导演监制会地翻片，总会有一刻会欣赏到自己的努力。加油吧，希望看到更有突破性的角色。